干什么呀？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？都买回来了。天天吃这玩意儿，吃够够的了，我不吃了。坐下干啥呀？出去溜达溜达去呗。你老支我出去干啥？有事儿啊？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，我要用这房子。干啥呀？猜还猜不出来吗？又要相亲呐？对了，你怎么一到年根底就扯这事儿呢？谁呀？这又是？不是我相亲，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。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？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。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？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的，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。就是那小宋是吧？你还挺聪明的，猜对了。不，你怎么老惦着他呢？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。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，他回来了就。我呀，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他不是你情敌吗？给他安排出去，你不就放心了吗？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，真我把他夸成那样了，还我情敌？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？还不让我进去吗？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？这不是吗？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？你不出去不好，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。那女的班上得先到，你帮着接待一下。我咋接待呀？说好话夸小宋啊。我夸他1米78大个，那长得白白净净，双眼爆皮。上帝呀，我们又撒谎了。你说你那是说话呢吗？那我夸他啥？你说啥？咋夸？夸优点呗。他有吗？会扭秧歌吧？会体贴人吧？积极向上，乐观主义精神，救人的笑声，你有吗？你上精神病院听去，到那都是。夸他。行，我夸。咱俩把小宋送走，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，是不是？那你个屋收拾干净了，就这还造埋汰的，收拾收拾。好，我接人去啊。嗯。给屋收拾收拾。行。我就是该他的，这一天嘚瑟的，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，那才乖。哎呀，这啥时候来呢？不是海燕家吗？啊，来了。你好。你是相亲的吗？坐。海燕呢？啊，海燕呢？刚出去，你没影着吗？真有意思，还躲出去了。坐下，坐那没事。我给你放这儿吧，行吗？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呀，在合唱团认识的。海燕啊总叫我扭秧歌，我就合计呢，这秧歌我扭不扭呢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千万别扭，那玩意容易受伤。那受啥伤啊？我也不踩高跷，也崴不着我。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，我这是情伤。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，我都啊。那用啥呢？别唠了。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？没咋细介绍。还介绍啥？就明摆着呢吗？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？个头没问题。来，你站起来，我看你得多高。大哥真直接，见面跟我比个，那比吧。来，站起来，我量一下。哎呀，他得一个增高垫加8个鞋垫，我告诉你。不用加鞋垫，个头啊不是问题。个头不是问题，黑点行不？黑显着结实，白显着健康。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？房子没事啊，房子我有，我现在一个人儿，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。那你这个条件，黑也不是问题，个小也不是问题，就等于没问题了。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，就是。大哥，那你看你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洗点水果啊。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。不用客气。嗯，好好好，来，进里屋吧。
哎呀，宋啊，小宋，你这完蛋的玩意儿到家门口了，咋还打退堂鼓了呢？走啊，海燕呐、啊。我这心呐、啊，咣咣的这个跳，就我这嗓子眼细，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的。多完蛋！你怕啥的？就相亲，成算不成拉倒呗。那女的也不吃你。我不怕那女的，我怕你那表哥。怕他干啥呀？他还在里屋住呢。对呀。哎，海燕，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整？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？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？你表哥哥挺好的，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。哎呀妈呀，那样呢？别磨叽了，快进来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呀，来了。啊，这是谁呀？我啊。小宋吗？咋还戴着眼镜呢？眼睛坏了？不是，这不海燕告诉我吗？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？这多少度的？这家还整个……哎呀妈，你这没镜片呐？看你怎么老收我老铁！我告诉你，这女的不错。嗯。别整假的。嗯。这是个机会，要把握住啊！好，好，来了。来了。唠咋样？我都铺平垫稳了。丽蓉，丽蓉啊！燕儿啊，你回来了。啊！你说你还躲出去干啥呀？这谁呀？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。我呢跟海燕是舞伴，一起在一块扭秧歌。啊，海燕，你说我最近还添毛病了呢？五更半夜睡不着觉，就看书啊，成宿成宿那么看呢。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、啊、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，要我说里面最招些还得说那八戒，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这海燕呐，哎呀呀，拉倒吧拉倒吧，你这看的啥书？看串了咋的？看小人书了？看杂了？没有，别看书了，是气人呐！告诉你啊，铺垫的好好的，没人聊了。那什么啊，丽蓉啊，那个你在这屋唠，你上那屋去。啊？你上那屋去。好。你在这唠啊。那个燕儿啊，有啥事咱们当面聊呗。啊，不是，你俩先唠，我跟他唠会儿。唠吧。哎呀妈！一年没上这屋来了。怎么称呼你？啊，你管我叫丽蓉。蓉儿啊，我是你静哥哥。人家还改姓了呢。宋哥哥。这么有意思的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来，让我端详端详。哎呀。哎，大哥、啊，你们发现没？你拿花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？你们发现没？啊，你瞅着长得哈，真有福啊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双眼爆皮呀、啊！不是爆皮，这两天风吹的，啥也没擦。不用擦，一脸的旺夫相。你老头死多年了？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？你这啥呀？这是没事，表哥，我说那个旺吧，是忘了的忘，忘记丈夫那个忘，忘记啊，还挺有意思。那行，老头啊，没呀，好几年了啊。嗯，那旺夫相的死老头，我得给他看看手相。哎呀呀！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，介绍对象呗，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？哎呀，那妹子你理解差了，他可不是算命的，那啥，他吧就是懂得多，会的杂，知识渊博、看的还准呢，看看行、看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的天呀！你瞅瞅，下手了，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。
在三十左右岁折的，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，到四十六七岁接生的。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？四十六，你找找。哎呀，这干啥呢？哎呀，咱俩的命啊特别合。你看看啊，你是水命，我是木命，船底木命，就不怕你这水来泡，但你这水呀也别太大了，别把我冲那屋去，那屋大哥是火命，再把我烧了，你说咋样不咋样？你一定，哎呀，来这花，这么有意思，花是给你的啊，你拿吧，谢谢。嗯，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？这咋还算个命来呢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去年，去年信星座，今年信五行，那是五行。你说行就行。好有意思的，听你的，金木水火土，六十年一轮回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你克我，八瞎，咱俩又不是两口子，怎么能克着你呢？你啥命？我苦命。你看你土命，我木命，大哥你生我。我的妈，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来，你真是又生他了。小宋啊，嗯，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的去。哎呀，你怎么还下手了？你这有意思干啥呢？你咋了？挺有意思，好容易给你搞这个人，整点一下，人挺好的，挺好的，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，嗯呐，挺好，没嫌黑是吧？挺白的，你说的是牙吧？那是显的。大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，大妹子你也听呢。就去了，哎呀，那年呢，有一天呢，下午黑，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，溜达溜达吧，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，看着个女的，我就冲她呲牙这么一笑，那女的我看着我，没事就跑啊，边跑边喊呐，哎呀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，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？搁那往后啊。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，出门我就怕吓着人儿。宋啊，快过去！拉倒吧你！你可别这么整了，你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，你没看吗？特别有修养，嗯，有文化，明白吗？啊，你呀不能这样，你得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，知道吗？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，这样，嗯，我教你一首诗，啊。多看书吗？你不说你看书吗？啊，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？苏联秧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呀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那高尔夫又是谁呢？高尔夫像你，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那是个诗人。作家，你说大哥，因为个文化还跟我急了，你说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！来，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《海燕》啊，嗯，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打个样。一会儿啊，我教教你朗诵诗啊，得有底气，胸腔共鸣、口腔共鸣、脑腔共鸣，好几个共鸣放一起啊，明白了？啊啊，听着啊。啊。哦。啊，那个要比赛了，训练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狂风，还认字呢、啊、狂风卷集的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一只海燕在
高傲的飞翔。不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干啥呀？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儿嗑，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，干啥呀？还说我高傲？你有啥关系？你们这俩，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，咋都这么没文化呢？这是，你别整闲话。记住了，最关键的是第一句。要喊出去，没事，我让他练练文化。妹子挺有文化的，去去展示一下啊！共鸣，你说他们俩呢？啊，练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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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妹子，你是不是吓一跳？你干嘛大妹子吓得一激灵？吓一跳，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！呀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基的福。诗，诗，念念念啊啊！在仓途的。哎呀！那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天灵啥的，这怎么着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。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。再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见面，来这儿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们可真大！哎，输了！怎么这么有意思呢？小叔叔，大哥呀，你这不拿牙上架呢吗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！哎呦我的，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说。哎呀，我的妈！那个啥呀，妹子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没？没啥说的。没啥说，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？咱们喝点。不吃饭了。对了，搁这儿吃啥饭呢？这个不是我抠，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是不？真行啊！那多情调啊！妹子，改天秧歌队见。行，听你好消息啊！啊，好了，走吧，走啊，好。哎呀，你太有福了！哎呀，海燕，太动人了，福分呐！你在你这屋待着，不行过去啊！大哥，咱俩上哪儿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嗯，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嗯，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哥啊，走啊。我不去了。你看你客气啥啊？没事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搁家吃点得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咱俩不说好了吗？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，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，快走。那海燕呢？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？那这老孩，你把手撒开。啊，我让你把手撒开。我这他转的我，妹子，你干啥呢？你撒开！不是这，不是，你干啥呢？赵老汉，你啥意思？我啥意思？我问你啥意思呢？你啥意思？我，这不明白了吗？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？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，你俩好在这过吗？这不明白的事儿吗？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？你说那话，你是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喷你了？你丧良心不？我是那么说的吗？你咋说的？咱俩离婚了不假，没办法呀，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。你愿意相中谁呢？你找谁去？我从来没当着过你，不带那么干的。给人家介绍对象，你给撬来了。
怎么就我撬来的呢？我怎么撬的了？我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？这不你送到手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我明白了，燕儿啊，我整误会了，就是那个你跟我介绍的对象是他呀，可不咋的。这个是你老伴儿。对，我不是，俺俩是邻居，我一直搁外边住。哎呀，燕儿啊，那个不是我说你啊，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？啊，那真的吧，你俩离了？早就离了。大哥，真的，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跟我过去走。啥呀？你不要了吗？小孩，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。妹子，我非常感谢你，今天就是一场误会。大哥没有那个福分，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，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，就给我这么亮了。你说我就是个这，咱俩也成不了。这个你呢，这人挺好，你看你们能不能啊？大哥，大哥不去了。我瞅你挺渴的。我给你留个名片吧，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，咱俩成不了夫妻，我当哥哥养你啊，拿着，我给你保管。我给你的名片。那个燕儿啊，那真的还有没给我一个呗？你去一边去吧。那个燕儿啊，我回去了，不管咋说，我谢谢你。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，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。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，你别给我介绍。我气死我！那什么，妹子，你那东西得拿了。还让给我拿，我不要了。东西都不要了。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。我就告诉你赵老汉儿，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，成木乃伊，你也不能离开这屋，这姐们处你。小宋啊，对不起了，你这又黄你一回，一年一回呀。没事，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，你可长点心吧。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，我看你五五渣渣，你一身能的，你就不出息呀你呀。我告诉你海燕啊，这个克那个，那个克那个的，我看呢就是你克我，你瞅你那损色，你瞅。哎呀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。